到时候就给你个反应去了。到机器打开之后，然后连接机器电源，给你线号，连接机器电源，再接上机器离线。有 USB 数据线，一边连接板卡，另一边连接电脑的 USB， 连接电脑，然后插上软件加密库。启动电源，启动。在 U 盘中发现这个 EZCD3 文件包，打开之后，然后发现 EZCD3 这个文件，打开之后有一个 EZCD3， 把它发送到桌面，这个S都行。然后打开软件，打开软件之后，首先回一下计算点 ，find home。可以从这个地方然后书写文件，可以从这个地方输入矢量文件，点开，然后把文件找到文件放置的位置，然后点开，等一下，这个应该是这个，点开然后打开。打开之后可以缩小一下，如果说我们拼接一个材料，大幅面，需要把文件放在文件的左下角，放在它这个中心位置，这个位置输入文件大小的一半，还是一点五超过，然后接收，整个文件就跑到这个文件左下角，单面的中心位置，然后打开拼接模式，拼接尺寸。如果说一百一百的拼接，就输入一百；如果是二百二百拼接，就输入二百。然后点 OK， 确认。点出来，点 mark 大表。支持我。